在地之光，我们屏东的原住民朋友，每一次呢，我跟昌宪如果遇到跟他们一起录影哦，我两个人比较笑的话，哎，真正有够轻松的，但是蛮笑个爽声，蛮笑个爽声。你不是讲话好笑呢？一徛伫遐，你看伊人感觉真好笑，长得太好笑了。人民也在哭啊，感觉不觉？长得好笑，讲话好笑，可是很有才华，但是唱歌跟音乐性非常的非常好。他们是谁呢？一个团体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掌声的欢迎。黑旋风，有请！哎呦，哎呦，灯要不要亮一点？来来来，再给我们点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两位是黑旋风，是
其实也是我们屏东在地的朋友，没错啊，也是我们原住民的好声音啊。多近呢？听说今天呢、啊，刚刚是骑马来的。哦，我吗？哎、欸，骑马，对，骑马走高速公路嘛。而且还开超速，对，我还超速嘛。开超速，对，我那个你不要骑那么快。我是不知道我那个马吃到什么了。敌人，两个是不同的。对，哦，我是吉他手嘉庆，然后我住屏东县三地门乡。三地门我去过，还是吗？对，三地门我去过，真的，我曾经去那边采访过。是，我是台湾族，台湾族的朋友。我是黑旋风的鼓手少颖，那我是来自五台乡，他的部落再上去一点，对，上去大概一点大概两天了。一点，我们对一点的概念没有很哦、okay, 你们的距离比较远，所以现在从这边回家你会比较快到家啊？对，是哦，他比较远，多两天，对呀、啊，他回去要算年哦。一个是嘉庆，对，是一个是少宇，其实大家对他们也不陌生的，因为很多的节目呢常会看到他们精彩的演出，对不对？尤其是一些灵异节目嘛，对，之前我们的灵被关起来就我们就开始表演了，为了你们啊，乡长加了200万的灯在这里。对，而且你看看你们这个人家说呢，哎，跟洗跟净的，其实都没跟一起回去就弄洗干净好了。哦，阿来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吴议员哦，加的钱，应该也无特别个带我去参观，就是个收藏。哦，老师，阿来收藏，就个宝贝，宝贝。所以我看完了，我做一个决定啊。我叫什么名？许志豪，今天你开始要来盖。吴志豪。哎、欸，你今天是这个，那个把，这个的，把你明仔载看户口，甲破坏户口清理哦，你要注意哦，哦我是无要清走的哦，哈、哦，非常有亲和力的一个议员啊，哈、哦，哎，说到这个呢，我也要特别介绍，这么优秀的乡长的不容易了哦，能够升一个这么优秀的乡长，那个原料跟工厂很重要了，哇、哦，三个哥，原料没来，但是工厂有来了，古妈妈，古妈妈在那边呢，跟大家挥手，古妈妈，古妈妈，古妈妈。这么新啊！这么年轻的、啊，对啊，因为你现在新的升级的乡长，对啊，喂，那我不管，我把你他不要升哦，升不挂长，你管，我你只想盖大长，你把伯父升，不是，吴念的地灵人杰，是，我们再次热情的掌声给我们吴议员，谢谢你给我们大力的帮忙，感谢，也是我们古家庄古家庄最好的后盾，好，最强大的后盾，再碰到后面那两个人讲话的话，他就生气了，真的，会，来。你看，你们在唱的时候，我们重量级的嘉宾来到现场，是来点时间啊，专程要来看两位的表演。听说最近有要开演唱会，对不对？我要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哈？我们明年呢、啊？哦，明年的事、啊，明年跨年的时候。哎呦，哦，不要太远，太远了。喂，我提早跟大家先去订票。你们经纪人不是说你们要去小河岸吗？对，1月1号，哎，很快就到了。对，1月1号，直到12点开始演，演到1月1号。没有，我们那个是。2022年的第一天，第一天，对，就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就玩、哦、来玩，好棒哦！新的一年可以听到他们歌声，感觉一整年都会很开心。对，现在票卖完了吗？因为我怕如果卖完了，我还广告会造成你们的困扰、哦。还没有，需要大家的帮忙。哦，还差几张？还没，还差還，对，还没开始卖吧。完全不行，完全没办法。对对对对。哦，那你们平常会沟通吗？不会。用国语啊。其实还是可以讲中文啊。对。好，虽然我们看起来不要讲废话嘛。对，虽然看起来我们不会讲中文哦、啊。但是其实我们有在练习嘛。对。你们唱的是中文歌吗？你听起来觉得是？好像是啊，好像是。他们上次去红人榜是去当魔王，对，强大的魔王。听说明天会播、哦、啊？明天播是吧？明天播，来一个看麦啊，到底是啊还是输哈？我用这个，我们不可以剧透，别再剧透，不能暴雷啊。听说还有下一个表演是不是在铁花村？对。
1月23号，哦，23号，接着23号 ，OK， 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秋这样子，好的哟，对，保证你啊、心情愉快，真的，对，一定，不要说听歌了，听他们两个连消维就值回票价，啊对，是，再加上他们那精湛的演出，为什么？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手上一个人有一个乐器，是啊，这个呢就不用介绍，没什么特色，对，这个是小提琴哈，小提琴很有特色，我不理古筝的，这小提琴，小提琴盖的那个是什么？本来是唢呐，我改成鼓哦。哎，那个是唢呐，唢呐变成非洲鼓，这个算是这个叫什么鼓？非洲鼓，非洲鼓啊，军金杯。哦，所以有灾情啊，后面的表演就会再搭配这两个乐器，是，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团体，对不对？热情的掌声，我们再给黑旋风海鲜。OK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的歌曲呢，是我们黑旋风自己的歌。这首歌也是，待会会跟大家做一些很简单的互动，待会可能会请大家挥挥手啊，唱唱歌啊，或者是请大家睡一下。对，如果你有带睡袋的话，不然我想说你们可能很累了哦。对，如果你们很累的话，那我们先睡一下嘛。咦耶，可以再给你们点掌声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师，那个 AG 再多一点。再来第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嘿》。今天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。今天有缘分遇见，脑袋里的烦恼统统别来打扰，让我看看你的微笑。大家唱就是刚刚我们唱那个副歌后面那个母语的部分哦，就是嘿哟海洋，然后大家跟着唱嘿哟海洋，我们试一次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，来。对，因为我没有听到周围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唱。周围有人吗？有没？可能有哈、啊，有，对，是有非有哈。咦、欸，然后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让我们听见你们的声音。我相信屏东的声音不止这么小声的。对，对，好，来，最热情的屏东一起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来。
才是甜歌的声音嘛。对对对，对啊，接下来我们稍微分组一下，怎么分？我们先分简单的，对，因为待会后面的演出会越来越精彩哦，对，越来越复杂哦，对，好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分成男生还有女生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听一下男生的声音，对，稍微检查一下哈，对，今天的状况怎么样啊？检查得出来吗？对，如果检查不出来，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帮忙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先从男生好不好？现场的男生，所有的帅哥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来。是不是听到你的声音？男生的声音，一起来！男生，嘿呦，男生呀，嘿呦，嘿呦，嘿呀！呀，我太壮了，重头戏哦！我们听一下现场所有的美女、所有的女生，大家的声音是怎么样？来，女生准备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，来！对，再邀请大家手借我一下，双手双手借我 ，two 一起来 ，three go， 把你的双手借我，跟着我一起摇摆，让快乐变成旋律，忘却所有委屈。就对了嘛，对，就是我们很喜欢跟人家互动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把一个屏东的精神带出去哦，所以我们去表演的时候都很喜欢，好跟大家一起唱歌，跟大家一起跳舞，对对，那我希望今天我们也很开心，因为今天的中午呢，我们还在台北，然后今天就是开车下来的时候，哇，好兴奋哦，对，因为又可以回到家里演出，然后其实我们也很紧张，对，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好像也在现场哈。有那些那边，谢谢谢谢大家。因为怎么讲，那个台北的温度目前还蛮冷的，然后我们在那个路上是一件一件脱，对，就是那个好像在解冻，就是天气越来越热，屏东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地方，没有错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算写给我们部落的，写给我们家乡的一首歌。到了，这首歌叫做《属于我们的羽毛》。Ooh.
不要紧张，对，不要那么开心嘛，对，不要逼我们来紧张嘛，是，啊，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帮我们唱，对，因为你们帮忙唱，我们才可以把这首歌唱完，是，这样也比较好断哈，不要这么现实哈，一二，来，就是那个呜啊呜的部分，我们教大家唱，然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来，呜啊呜啊呜啊。换你们，呜啊呜啊呜啊呜，哎，很棒很棒很棒，继续哦，下来的哦，呜啊呜啊呜啊呜，一起来，呜啊呜啊呜啊呜，下来的哦，呜啊呜啊呜啊呜，换你们了，第一场哦。好，我们继续哦。三，想起来，心上结，已有自在，没有追求。 这首歌呢，也是很多人因为这首歌认识我们，因为这首歌来让大家喜欢我们。这首歌呢，叫做《木林南村的你》，送给大家，给我们点掌声好吗？谢谢。 走过一起走过的那地方，
想起你说的最后那一句话，让我心瞬间失去方向。说过的话语不绝口不提，说完的你都已结冰。心声的声音在人群里好清晰，可是你随着单调的感情看着你背影落寞下来。看到人家的牌子都会很感动哦。今天有人带我们自己的牌子，举起来好不好？谢谢你。谢谢。别来感谢，因为他们等于是指定演出，指定哦，还有我们的还有这个乡镇顾问，我们的乡镇顾问呢，乌青堂乌顾问有没有在现场？
我们的吴顾问，感谢特别邀请他们，谢谢你，吴干东，好，掌声给我们的吴顾问，谢谢你，告赞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。